我呢去了那个酒吧，我也问了凯文了，确实是您帮我付的酒钱，所以之前是我错怪您了，不好意思啊。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啊？跟踪我？啊，不用。你在微博上抛过一张你家里的照片，我经过一比对啊，发现你就住在河滨大楼，太有品位了。 你以前当间谍的呀？友情提醒一下，把自己家里的照片放在网上，需要特别谨慎。礼物我收下了，道歉我也接受。你呢？可以回去了。哎，等一下，内政老师，其实呢，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哦，对了，我在网上看到你的直播了。哦，来算账的？啊，不是不是，我觉得你骂的特别好，特别有道理，我虚心接受啊。我还第一次见到挨骂也上瘾的人。那就得看你骂的好不好了。我知道您是全中国不，全亚洲最好的公关顾问。 我这儿呢出现一个小小的危机，需要你帮我个忙，写一篇声明，你看行吗？打住！现在是我的非工作时间，有任何的业务，明天上午你可以跟我的助理联系。明天上午就来不及了，我但凡有办法，我就不会找你了呀。反正我不管，这个忙你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你要是不帮我写这篇声明，我今天就赖这儿不走了。我，吓唬我呢？可以啊。 宝贝儿，到家了。谢谢你送我回家。时间过得好快呀。是啊，真巧啊，李斯特。你说，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国家，中国有这么多的城市，而你却偏偏来到了上海。更巧的是，上海有那么多的培训中心，培训中心有那么多的教室，而我偏偏走进了你的教室。 你的中文已经很好了，完全可以毕业了。我不想毕业，我一直想待在你的学校，我想留级。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一定要让我写什么声明，主要是这篇声明我也不会写啊，你得帮我啊。我听明白了。 牛菲斯杨慕安，我知道，他的遗孀李金柔来找过我。 你不会要接他的单子吧？我不接。那就好，我们公司呢代理的是 New Face， 不是李金柔。对我来说都一样啊，无非就是讨价还价嘛。李金柔坐地起价 ，New Face 就地还钱，我对这种案子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请你另请高明吧。不是大晚上的，你让我上哪儿请高明去？再说了，全上海滩最高明的人不就在这儿站着呢吗？主要是我的时间来不及了。 他们让我明天务必出一份声明，可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写的那个交交我呀。所以啊，你更得抓紧时间了。要不要上去喝杯咖啡？关键不如从命啊。巴尼，你怎么会把家里的钥匙放在这儿？随身带着容易丢呀。 请进。哎，听话，赶紧回去吧。魏哲老师，不是你自己也说了，我们那么大个公司，那么多人，我为什么毫无准备的就参加什么发布会呀？就是因为没有人帮我，他们都在看我的笑话呢。我爸的事情你也知道了。 我就是一个学生，我现在当什么总裁，纯属就是赶鸭子上架，把我放在火上烤啊！
我现在的处境就是四面楚歌，十面埋伏。我好不容易接下了 New Face 案，谁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真的我都傻眼了。所以你得帮我呀，不然我爸爸这么多年的心血毁在我手里，那我怎么办？你得救我命啊，魏哲老师。对不起，你要我说多少次，我帮不了你这个忙，赶紧回去吧。我不管，这个忙你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谢谢。这叫私闯民宅，知道吗？你没有拦我呀？你说你一个堂堂的总裁，怎么还在这死皮赖脸呢？那为了公司的业务，我就得不要脸呀。多包涵哈。你还挺豁得出去。必须的呀。那我怎么办？你在网上那么说我了，我要是不豁得出去，我早就跳楼了，但是我不追究，只要你教我写这篇声明，我们俩就扯平了，而且我愿意付钱的。你知道我是非常贵的吗？我知道，我付得起，你就当我是你的客户。我从来不接个人业务。那太好了。我现在就以 DL 总裁的身份，诚挚地邀请你加入我们的公司，当我的合伙人。有很多很多的人在邀请我，那又怎么样？那我为什么要答应你呢？因为我够有诚意啊。我们就从这篇声明开始磨合，说不定你很快就不烦我了，会喜欢我呢。只要你同意，我们随时签合同。你看，公章我都带了。公章你都随身携带啊？你是皮包公司啊？为了能请动你这尊大神，我可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我教学生不许反驳，不许质疑，可以问问题，但是同样的问题不许问第二遍。杨默的性格和印象里的程序员一样，沉默寡言，很能吃苦。曾经为了开发一个新的产品，半年里只回了家两次。New Face 公司在盛行996文化的互联网圈里，也是以加班著称的，强调狼一样的性格，狗一样的忠诚。企业价值观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出来混就得玩命。什么叫996？朝九晚九，一周工作六天，那不跟我们一样吗？我们到现在还在加班。所以，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即便是在度假期间，在杨默临死的前一天晚上，都有非常大的概率杨默是在加班的。那这么说的话 ，New Face 有点过分吧？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要把你推到 New Face 的对立面，而是要告诉你，在写声明之前，一定要弄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特别是自己的弱点。那按你说的 ，New Face 是有错的呀，我怎么帮他们辩护啊 ？New Face 一点错都没有。是你刚才说的，很大概率杨默在加班。你有证据吗？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New Face 一点错都没有。即便杨默是在度假期间加班去世的，但是网友也只能站在道德的高度进行声讨。可是我觉得这么说不对，杨默确实是在度假中过世的，可是很显然啊，他是积劳成疾， New Face 还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那
起 New Face 那么有钱，多给些赔偿怎么了？你在替谁辩护？你是谁的代理人 ？New Face。很好，记住，无论在什么时候，处理危机公关事件的首要原则就是客户至上。可是我觉得。不反驳，不质疑，客户至上。这就是我想象当中的上海。老上海就应该这样子。嗯哼，而你就是我梦中的上海女人。危机公关的第一要义就是速度第一，简单有效，必须迅速掌握事实。领导层做出判断后及时回应，掌握舆论阵地。既然你说 New Face 愿意拿出10个月的薪水付给杨默，那么说明他们是愿意做出让步的，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防守性声明，既要表现出公司的同情、惋惜、遗憾，又要明确表达公司不是过错方。那我就写公司愿意赔偿他10个月的薪水行吗？不能写赔偿，更不能提具体多少钱。为什么呀？这个声明只是表达我知道了，后续肯定还得继续谈。李静柔是不会同意10个月的薪水作为赔偿的。不然他就不会来找我，也不会自己写这么长的微博发到网上。他绕这么大一圈子，费这么大的力气，是图什么呢？肯定是图钱。所以，真正的挑战是在声明发出去以后。我明白了。亲爱的，李斯特骑摩托车摔了，我把他带到你那里包扎一下好吗？不好意思，我回个微信啊。你千万别着急啊，我的床头柜里有个医药箱，你给他包扎一下。哎，不行，你就带他去医院呀。再次感谢你，魏哲老师。今天把你耗得这么晚，真的不好意思。哦，不过你要不帮我写这篇声明，我估计我得跳黄浦江了。行了，别瞎客气了，赶紧回去吧。嗯，邀请你做我合伙人的事情，我希望你能好好的考虑一下。我是认真的。你爸爸有消息了吗？你认识他呀？公关圈哪个人不认识他？还是下落不明。别着急。清者自清，我相信你爸是个好人。谢谢。晚安。晚安。不好意思啊，我回个电话。我这声明可就写完了，我准备回家了。啊！你能不能先别回来呀？李斯特大人还没走呢。他现在伤势有点严重。啊？严重？你就叫救护车呀！你在这儿耗着干嘛？都2点了，亲爱的。啊，不不不，救护车有点太夸张了。这样吧，你再等半个小时。啊，我估计他就能缓过来了。好不好？你能不能快一点啊？我很困啦。谢谢宝贝儿。
公关设计的领域是很广的。现在谁来回答我，公关的价值到底是什么？那位后面那位戴耳机的同学，戴耳机的那位同学，对，是你。公关到底有什么价值啊？我真的不太清楚。作为公关从业者，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也没想过，我也不太感兴趣。不好意思啊，老师，我来这儿就是凑学分的。你很坦率，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跟这位同学一样是来凑学分的？这让我很尴尬啊。这样吧，这个讲座换个地方，跟我来吧。你们对公关的无知让我很失望。其实公关在生活里是无处不在的。现在我要求你们每一个人在十分钟之内尽可能多的去搜集校园里陌生异性的联系方式，今天听课的都不包括，把你们搜集到的联系方式都写在纸上，越多越好。搜集到最多的同学，我除了给他学分，我还可以给他推荐实习的机会。把你们的手机都放在这个纸箱，记住，你们只有十分钟。你为什么不去？您知道他是谁吗？我当然知道，魏平田。我在纽约看过他的个展，印象很深刻。他是我妈。哦，他后天会在当代艺术馆举办一个个人邀请展，邀请的人都是艺术圈的知名人士，名额一共只有50人。如果您感兴趣，我也想邀请您参加。我不胜荣幸，但是有个条件。说吧。你把你的手机通讯录给我抄一下，我想里面一定有很多的异性。你很有天分，但是你把公关看得太简单了。公关不等于搞人际关系。您就说您是去还是不去？我女儿学校有个家长会，没空。你看，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啊，并不一定会朝着你预想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公关的魅力。你每一次迎接的挑战都是变化着的，新鲜。我的通讯录不能给你，但是这个可以给你。有一天你真的对公关有兴趣了，你可以来找我。针对我公司资深程序员杨默在普吉岛度假期间心脏病突发去世一事，本公司特发布声明如下。你这大早上念的什么呢？一个声明。哎呀，行了，老婆，赶紧吃饭啊。你说说，你赶早班机，昨天晚上也不跟我说一声，我这什么准备都没有啊。这样挺好的。行吧。那你就先将就吃一口，哎，实在不行的话，你到候机室吃点好的啊。什么时候回来啊？不一定，看情况，一两天或者3-4天。哎呀，行了，老婆，别看了，
简单趁热吃啊。乐乐，过来吃水饺吧。来乐乐，我们吃饭了。哇，来木头粥。淑琴啊，这个四店金牌虾水饺，每只水饺里都有只完整的大虾，味道好极了。好呀，那下次就给乐乐买这个。好。我是讲吃啊，小心别烫着它。哎，对于因我们的反应不及时与沟通不畅而产生的误会，我表示非常的抱歉。嗯，你这什么？就是虾。怎么了，淑琴？顾凯来的声明你看了吗？看过了。你觉得怎么样？文字很成熟，不像是初出茅庐的手笔。我猜更有一种可能，是他找人帮忙，而且是业内高手。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咱们得小心了。万一 New Face 的案没有处理好，那那100万的欠款就真的打水漂了。所以江总目前的状况，寻求一下帮助也是可以理解的。江达林不想当花瓶，急着当老板，想顶起一片天，那就让他闯吧。吃点亏，就当交学费了。培养一个总裁还不花个千八百万呢。不过他找外援寻求帮助，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我们必须搞清楚帮到什么程度了，对方有什么企图。千万别再大意了。好，我打听一下。喂喂，是韦哲先生吗？我是，我是咱们大楼的保安。昨天来找你那个女孩好像生病了，在楼下待了一晚上，你知道吗？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啊，我马上来。好。哎，人在这儿呢。谢谢啊。没事。江达林，醒一醒。江达林。啊。哎。你发烧了，头这么烫。这是哪儿啊？你问谁呢？魏哲老师，给谁打电话能把你接回去？帮你打电话。喂，你们写的声明我们法务部看了，觉得不行。声明不行？为什么呀？为什么不行啊？我们雷总不能道歉。雷总必须道歉，不然发什么声明啊？你是哪位？我是魏哲，江达林的助手。总之，这个声明不能这么发。这声明必须这么发。责任到底是谁的都还没搞清楚呢。现在没人关心责任到底是谁的，网友们只关心你们的员工付出了一切，现在过劳死了，你们公司却在抠抠搜搜，舍不得一点抚恤金。你给我听好了，如果你们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现在公司上上下下只能有一个声音，那就是我魏哲的声音。只能有一种态度，那就是我魏哲给你们的态度。我要马上见顾凯雷。我们雷总没有时间见你。你以为我想见他吗？除非他认为杨默的案子对你们公司无关紧要。我会在40分钟后到你们公司。我这个人非常讨厌别人迟到。走，我先送你去医院。我要去 New Face。
杨牧是在度假期间心脏病突发去世，不是我老死，这点你在声明里必须要写清楚。还要我说多少次啊？你只要在声明里主动提及过劳死这三个字，就是在给网友找话题。现在我们追究死因是非常愚蠢的，网友只在乎杨墨猝死以后的处理结果和你们 New Face 的态度。可这根本就不是我们公司的责任。那你打算找谁说理去？现在关键的点不是他到底是不是过劳死，事实上几百万个网友说他是过劳死，就算他不是过劳死，他已经是过劳死了。你们 New Face 现在是一家正在上升期的著名公司，而杨墨只是一个普通员工。行人乱穿马路被汽车刮伤，汽车司机就算是没有责任也会赔点钱。你觉得你的一句没有责任就能了事了？你现在需要安抚的是网友的情绪。可我不能任人敲诈。你已经没有时间了，半个小时之内这个声明必须发出去，措辞必须诚恳，态度必须有同理心。你要向杨墨的亲属还有网友道歉。雷总不能道歉。他必须道歉。他不能道歉。我再说一次，他不是因为这件事儿道歉，他是因为其中的误会道歉。道歉是一种态度。我只知道道歉是要负责任的，万一引发诉讼怎么办？他不会去诉讼的，诉讼他没有证据，一分钱也赔不到。但还是有风险，公司正在融资审核，我们不能有任何法律风险。如果舆论继续扩大，你们公司将面临的不仅仅是法律风险这么简单。你知道我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最讨厌什么人吗？就是你们这些法务，从来不会站在战略角度考虑问题，一天到晚就是风控风控，为那么一点点所谓的风险拼命的扯后腿。我警告你，你不要挑战我的职业尊严。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各位，声明可以随便发，道歉只要没风险也行。杨墨的抚恤金就是十个月的工资，不能再多了，因为杨墨本来就不是过劳死，给多了反倒显得我们 New Face 心虚。至于怎么谈，你们自己想着。请坐吧。谢谢你来看我跟杨墨。杨墨走了，你别太伤心了。这是我们产品部的弟兄们一点心意，你收下吧。我不能要你们的血汗钱呢。静柔，你现在一个人还得为杨墨讨公道，花钱的地方很多，这钱你收下，拿着，不然弟兄们会寒心的。谢谢，我替杨墨谢谢你们。魏先生，真是太谢谢你了！我给他打了一上午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我真的是快要急死了。搞了半天原来是生病了。魏先生，江达林昨天晚上是在你那里睡的？别误会啊，江达林是在我们家楼道睡了一晚上，早上是被保安发现了，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回家。在楼道里睡的？他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稀里糊涂的。现在公司找了公关团队
来处理杨默的案子。我担心这件事情越来越难解决了。他们发的声明我看了，牛菲斯刚刚也给我打过电话了，他们只肯出十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那连30万都不到。我感觉我现在就像个要饭的。对不起，这是老板的想法，我也左右不了。这就是杨默口中的好老板，他拼死拼活的为公司，到头来，他顾凯雷宁可花钱去请公关团队来解决问题，也不肯多出一分钱给他的兄弟做补偿。他们真的太过分了。你先忙吧，那个江大林交给你了。哦，等一下。谢谢你教我闺蜜写声明，谢谢你替她开了会，谢谢你把我闺蜜送回家。其实达林是真心的想要跟你学公关的，而且他绝对是诚心诚意想邀请你到他们公司当合伙人。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我向他推荐的你啊。你很了解我吗？我之前调查了你一下，花了2000块钱才拿到你的详细资料。我的身价可真低啊，2000块钱就把我的底细调查得清清楚楚。猎头谁啊？保密。OK, see you next time. Bye. 我是杨默的妻子李静柔。我要告诉大家 ，New Face 至今仍在掩盖事实真相。杨默就是被 New Face 累死的。从杨默去世到现在，我一直在等 New Face 给我一个合理的回应。今天。我终于等来了他们一个声明，你看这，可他们强调的却是杨默的死是个意外，与公司无关。这就是牛菲斯的态度，这就是他们对待一个热爱公司、为公司付出生命的老员工的态度。杨默把公司放在第一位，把顾凯雷奉若神明。不会吧？可你顾凯雷呢？就把杨默当成一个微不足道的棋子，你根本不承认他是过劳死，也不肯给予我合理的补偿。顾凯雷，你拿兄弟的命换来的理想，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你是说，那个女孩抓住你胳膊的时候，你原本晕眩的头脑忽然就清醒了？感觉特别熟悉，就像是林娜的儿子突然抓到我手指头一样。能说具体一点吗？是开心、烦躁、平静，还是什么别的？安全。我觉得他们都在寻找一种安全感。你觉得你能保护他们？我希望我可以。那你今天为什么要来我这儿呢？现在有一个女孩需要我帮助，我也很清楚我可以帮到她，但是我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充分的理由我一定要帮她。她是谁呀？是抓住你胳膊的那个吗？她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意义吗？她的爸爸以前帮助过我，我觉得我也应该帮助她。但是帮助别人是不是也得有个度啊？我的助理跟我说，如果我现在帮助他，也许我就要搭进去我下半辈子的职业生涯，所以我有些犹豫了。
你醒啦？烧也退了吗？马邦妮，过来！马邦妮，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你不要连名带姓的叫我，我叫邦妮，邦妮，邦妮。上次你帮那个林娜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度的问题？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如果我不帮助她，说不定那个小孩就没了。那你后悔了吗？救那个孩子？不后悔。你知道你为什么不后悔吗？因为在最后的关头，你选择的是遵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其实这个女孩子也是一样的。你不要老想着是你在帮她，很多时候，帮人就是帮自己。你不是跟我说过，你经常去看那个孩子？我想不用我说，你自己心里能感觉到自己内心的变化吧，这就是那个孩子带给你的帮助。你现在纠结的是你想帮他，但是你在和你自己的内心抗争。那你的意思是我应该要帮助他？我的意思是，人生虽然是有无数个选择题，我们经常站在十字路口，但是其实往往我们能走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我们的内心给我们做的选择。所以你只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向前就好。好，现在深呼吸，慢慢的把眼睛闭上。仔细地倾听一下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对了，还有一件事，以后绝对不允许再开车。我记住了。马邦妮，我告诉你，别说这里不是你家了，这里就算是你家，你也不能随随便便留一个男人过夜的。你俩才认识多久呀？这有什么的呀？我们又不偷不抢的，你干嘛那么封建嘛？他可是你的学生哎，你们是什么师生恋呀？你想多不好。我们两个已经商量好了，先地下恋情一段时间，以后再公开。万一他把这里当成你家了，有事没事就过来，想要跟你亲热，你怎么办？你放心，我以后肯定不会让他再上来的。那你家也不行呀，那街坊邻居那么多，看到了像什么样子啊？那是个女孩子，要矜持，知不知道？不能跟他们随便的。哎，你讲话给我注意一点啊！你还说我呢？你自己不也是被男人给送回来的？什么男人？魏哲呀，人家不但把你送回来，还替你开了会。男神一枚，可以啊。开会？我的声明啊！哎呀，我手机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今天早上回来就没电，给你充着电。12个未接来电，给我吧。真的决定加入 DL 了？为什么？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我？江达林说他需要我，让我好好考虑一下。现在我考虑好了，就通知你了。等时间冒出嫩芽的声音，才逐渐看清窗外风景。飘云的呼吸小心翼翼，谁的心事揉成秘密。等回忆缓慢无声的提醒，城市中那一些繁文如里，浮生犹如在风中旅行。
小雀花里，生无力。